死饿了，我那个睡的，所以我现在来到空崎县最好吃的鸡肉屋，而且我们空崎县的名产就是低鸡，像台湾的方山鸡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们吃法不太一样，而且这一家我认为在空崎县最好吃的低鸡的店，我去看看吃法。これ生肉。宮崎さんの鶏やね、これね。这是空崎县的那个低鸡，而且我们是南州做的人。就是习惯吃这个吃法。我去东京的时候没有卖，再后来发现南九州在吃这个东西，所以我真的大力的推荐。而且台湾的朋友，我知道你们是比较怕生的肉，而且是鸡肉，但是呢，这个真的非常好吃。来到我的地盘，怎么可以不把最好的端出来呢？地鸡是宫崎最代表美食，也是我心目中第一名。这种鸡裸子 Q 弹，没有腥味，还能生吃，就是我这种九州镇南人的最爱。开火开火！对，哇！那个那那蛮正啊，这个那样的，焼き切らないように。就是他说不能靠太久，只是这是有表面。哇、嗯，好厉害哦！哇，火力很大。こんな感じですね。那这样就好了。いいです。おお、好了。これを切っていきます。やっぱさ、でも海外の人ってこれ黒くなってると焦げてると思う。焦げじゃないです。違う違う。それ不是焦料、是ただなんか炭の颜色、炭火的颜色。で、炭に上がってその表面にこうまとわりつくっていう。じゃ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お、你看，里面是都是生的。この状態がたたきですね。这个叫做日式塔塔基，不是沙西米哦，它是叫做塔塔基。はい、これです。来了，我们的空崎县的鸡，受不了了！天哪，它好像珠宝一样美。你看这个这个粉红色的，我来吃一口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，真的太喜欢，太好吃了！汤火的香气加上鸡肉的咸甜，带点葱花一起吃，100分的解配。